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gs。今天 PB 服又出了一只这个全新的角色赛特。这只角色相对于之前的那几只新角来讲，我觉得个人觉得算是非常非常简单又暴力的英雄。Riot 终于愿意为我们这些老人出了一些简单的角色啦。然后这个角色的定义，单看技能组来讲的话是上路或者是打野。那我们这里就先从这个稻草人来为各位展示一下这只角色的技能吧。他的这个被动的话是他的攻击模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，一般的角色是走 A 走 A， 抖抖抖抖，很慢对不对？很慢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是直接这样抖抖抖抖，这个节奏是比较好的，所以这就是你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攻击节奏，毕竟他跟其他那个角色是不太一样的。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像菲尔的哥哥。我跟大家讲一下那个 QWE 啊， Q 很简单， Q 就是如果你在追英雄的话，你跑车会变快，然后你会有额外的伤害，对，跑车会变快，然后可以重置补攻，这招是可以这个重置补攻的。好，这是他 Q 键， Q 键就很简单啦，你要gank都开 Q 过去揍人就好。然后 W 的话， W 有点特别，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底下这个绿色有一条这个残条，这个黑黑的东西，因为目前没有人打我，所以不知道这个格数多少，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毅力值，我们也可以叫它为 N 值，就是你今天这个角色它是个 N， 你只要被人家打的话，你就可以累积你的这个 N 值，然后你的 N 值只要越高的话，你 W 的伤害就越高，然后还会有个这个额外的这个互动。对，简单说这角色就是 N 啊。如果你平常有那种受虐倾向的，或者人家打你就啊好舒服，那这角色应该非常的适合你啊。好啦，这个毅力值的话，简单来说就是你累积越高的话，你 W 的这个伤害哦就会越高。然后中间是真实伤害，然后左右那边没有扫到的话是物理伤害，然后他揍起来就这样 ，man。来一技能的话，一技能它是这个就是跟射雷线一有点像。但是有点差异性比较大，就是射雷器可以把人家往外翻，他不行。这个角色的一就是很简单，直接把人家拉过来，对，然后拉过来之后会有一点缓速。但是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如果你有两个敌人的话，会有一个急晕的效果。对，急晕了，他们急晕了，所以这招基本上是扁的。小兵也行，小兵也行，小兵跟英雄都可以。所以在gank的时候尽量是拉小兵跟英雄一起拉，这样就会多一个急晕，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来，然后再来是 R 很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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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不用紧张，它是指定技，不用再害怕 miss， 不用再害怕空大了，它是指定技。然后 R 的话就是抓起一个人摔人，我摔给你们看，他抓起一个人，咻 ，biao。如果你抓的那个角色血量越高，那他的伤害就越高。所以正常来讲的话，这招在会战的使用方法应该是前面比如说有个牛头一个智障血量3000，然后你抓着他去翻到后面这个脆皮的白痴，那会有很高的伤害啊。就你抓的人如果血量越高的话，那你往下丢的时候你伤害就会越高，所以基本上算是一只很简单暴力的英雄啦。好啦，大家刚看完大王接到这个 QWER 之后，是否觉得这个角色非常的简单呢？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正式的演练一场这个赛特打野的教学影片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录制。好，我们再打一刀。哇，这是夹克式的新 skin， 好帅哦，钢弹。哎，这夹克是怎么那么帅啊？靠背，这什么？这是钢弹吗？刚还有浮游炮哎！我操，还有龙骑兵系统，太屌了吧！干，这夹克是好帅。一等是点 Q 啦，一等点 Q。哎、欸、呀！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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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野怪都这样，左一拳右一拳，比如左一拳右一拳。其实他打单只野怪，他妈吃超级快，是真的吃超级快，吃超快。我看到这个打野的速度，你看那个重置普攻，加上本身那个被动的高攻速，让他刷野的速度是真的飞快，是真的超级快。阿南呐，抓到你了 ，biao 带走。而且 Q 会加跑速，在 gank 的时候是很强。OK， 回家了。不过我觉得这角色感觉是，这角色我觉得一定是出软的了。然后他建议配备是叫我出鱼镜，但我这场先玩战神好了。我这场想痛一点，我这场想玩痛一点，这场先玩战神，然后下一场再看要不要试鱼镜吧。We
咦呢？Hello 呢？还想跑啊？带走，舒服舒服。十爽没呢？没有啊，那这个我哎、欸、有六等了，六等感有大刀之后就更好多了。对面的那个 AD 501看起来肥到爆炸。哎、欸，阿嫩，反击拳带走，舒服了。可以，这个治愈，我还可以。哦，第一神拳，哦，哇，那个反击拳好猛啊、哦！我操，看那个盾是怎样啊？靠背，刚刚那个盾是怎样？所以大干姐这个闪现治愈来得及时啊！我干，大干姐这个闪现治愈来得及时，我觉得真的是我干那个盾嘞、欸！我操，我干那个盾是怎样啊？而且 Q 揍人超级痛哎、欸，我觉得 Q 的伤害是高的很夸张的。我刚那个你们有看我直接揍嫩吗？我 A 两拳再 Q 再 A 两拳，嫩直接没半条。我真帅，咻变，好快乐哦！这角色，干拳皇哎、欸，第一把就上手哎、欸，这是真的是一把就可以上手的角色哎、欸，好爽哦！不像那个雅开头的那个王八蛋，他妈玩了一个下午还不知道我在干嘛，真是舒服多了，真是舒服多了，简单又暴力、欸，而且打野怪，你们有发现我几乎是满血吗？因为他有盾，然后一直 A 一直 A， 你又可以一直触发那个短刀的效果，那吸血量太强了。找到你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抱歉，刚刚手指太肥，卡到 W。这个效果，这个效果，这个效果。反击拳！还敢得意啊？再说一个 ，bang！欸、黑猫很猛欸，黑猫其实蛮强的，黑猫干了波控两个，而且黑猫干蛮会的，他控闪没先丢，他等我 CC 解除之后可以反截动台阶。大干姐都看我跟 NL 的台，会那么强胜阵。没被牛王打过是不是啊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然后可以抓下来，干这个真的好短，射一些一好像比较好用一点。哇，这什么伤害？哦，这个漂亮 ，nice。靠背干了什么东西？加我呢？还想跑啊嫩？膨胀了！我刚好痛。哎、欸，刚嘉文是被我秒杀的，刚嘉文被我普攻 Q 普攻就死了。后期有点像那个无敌了啊，当然有大招啊，大招还蛮强的。你再 Q。
刚刚直接刷 AD 了，我想刷那些武士去炸了。Nice， 这个被动。哎，这次一定要被打、啊，这次一定要被打才会强啊，他一定要被揍、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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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击拳！我要盾了！哎，还想封山啊？下去！拉克斯的盾加我的盾，我好硬哦！我明明出了一堆攻击装，我还是蛮硬的。我明明出了一堆攻击装，而且 WCD 5.5秒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在干嘛？感觉应该负 W，、欸、看这个，贾克斯进去开无双了。哇，没盾了，哦，蛮好玩的，但下一场我想玩硬一点，这场有点太软。干他，干他，扁他 ，nice。咦，出九的时候搞头吗？我打野不太出海神符，前面碰到太烂，但我觉得上路可以出了，上路出九头蛇应该是好的，上路出海神符再变九头蛇应该会很强，他可以打上跟打野了。